Hello YouTube， 我系 Jason， 好啦，我哋翻嚟继续玩怪物弹珠啊！今日我哋要挑战嘅呢一个系咧黑子舌之巨兽。咁呢个关卡会出现啲咩嘢呢？呢个关卡会有呢一个嘅重力罩啦，同埋呢一个伤害壁，咁同埋有呢个盾嘅。咁基本上嚟讲唔系一个太难嘅关卡啦。咁但系点解要打呢？因为其实喺降临嘅怪兽里面咧，其实好少可会有一只咧系有呢一个单方向雷射嘅。咁巴哈姆特系其中一只。咁所以呢，其实我觉得啦，就最好呢就係、是、打佢返嚟啦，如果你係一个唔課金嘅玩家嘅话，因为其实係都幾好用嘅单方向雷射。咁今日我哋带嘅队伍呢，有呢一个炽天使啦，阿多斯啦，Queen Butterfly 啦，咁同埋呢个奥丁係啦。咁呢一个队伍有咩好呢？咁首先就三隻係反重力啦，咁阿多斯係反伤害壁嘅，咁但係点解带埋佢去呢？因为佢应该係会有唔错嘅火力可以提供到啦。咁其他几隻就我盡量都唔会选择带呢个光属性，因为敌人呢就係呢一个嘅暗属性啦，咁所以光属性最好就淨係带两隻去啦。咁点解我今日唔带安倍晴明去呢？因为安倍晴明呢係魔人。咁巴哈姆特咧系有呢一个嘅对魔族嘅属性嘅，咁所以最好就唔好带佢去啦。好啦，今日我哋咁就开始啦。究极嘅巴哈姆特，希望可以一次去打赢啊！咦，一嚟就龟关嘅，一阵间唔知啊，我真系打紧龟喎，真系。哇，龟都咁硬净嘅。冇乜力喎，睇嚟我。不过因为佢既然第一关出龟关俾我嘅关系咧，咁我尽量都可以尝试下喺呢一度咧吓，储一储技啊，储唔到添，三个回合净系用咗。咁啊，呢一个嘅巴哈姆特嘅关卡啦，咁因为佢出现嘅敌人全部系暗属性，咁头先讲咗啦。咁所以我哋盡可能都唔会带咁多光属性去，咁啊用嚟降低我哋嘅嗰一个伤害系啦。其实而家好有趣嘅，我明明嘅手咧系一个电话上面扫紧啦，但其实我系望住电脑画面噶咯，因为电脑画面大啲，个电脑画面大啲，我睇得清楚啲。好啦，咁呢度我哋慢慢打。我哋尽量试下储一储呢一个技啊！其实都唔系话慢慢打，应该系话个敌人啲血量都几高下。就算我唔慢慢打，其实都差不多。OK， 有180,000都净系救得佢少少，但系点解佢冇心出现嘅咧？咁奇怪嘅，冇心哇！咁样打咗100,000，咁好嘢。哇，好痛哦！真系一粒心都唔俾我，咁过分？咦，如果我食咗两个加强攻击力，会唔会伤？会唔会成二啊？喂，嗰个心我好想要，哎呀，但系嗰个心我真系好想要，但系佢太细个，而家暂时都仲系，算啦，攞咗先啦。应该未咁快到皇冠嘅，我预计咧，起码都 battle 四先至入皇冠，即系过咗呢一个之后。OK， 点解个中波斯硬系出呢一只？呢只叫乜鬼嘢？我唔记得咩名添。死啦！我真系唔记得咗佢咩名。呢只啲小怪嚟嘅啫，咁老是常出现喺呢个关卡里面。头先嗰个小王又系佢，而家又系佢。哎，蚀住咗，冇计，730,000。所以其实有时咧，用呢一个嘅反射咧，系好过用呢一个贯通咯。因为反射有时你可以咧摄入啲位度咧，左右嘭嘭嘭嘭嘭咁啊，其实系可以扣到好多血嘅。就即系咁样咯，26 hit 91,000，犀利。咁啊，贯通啊，贯通好处啊，贯通就容易啲飞埋去攞啲心啦，或者有时咧。你帶嘅嗰個隊伍，譬如話嗰個關卡有地雷咁樣啦。如果你帶個比較上多貫通嘅隊伍過去嘅話咧，哇！你帶個比較上多貫通嘅隊伍過去咧，其實亦都有幫助，幫助你容易啲避地雷。因為你貫通嘅話，你好容易可以控制到自己
是彈去哪個位置嘛。我不拿住，我下去彈一彈阿多斯先。哎呀，不過要拿了先。好啦，咁啊技都储得七七八八啦，我哋可以开始瞄呢一个嘅弱点位嚟打啦。因为佢又嚟同我爆多次，又嚟同我爆多次嗰啲痛痛痛大爆炸啊！又嚟，我哋尽快啦吓，而家咁样就，喂，争啲啲，哎，搞掂，咦，仲未到啊？切，咁我唔使咁辛苦啊，储技储得。好啦，巴哈姆特嘅进化前嘅形态呢个应该系嘛？即系唔好话咩啊？佢净系咁有型，我一定要攞佢啦，系嘛？佢咁靓仔，巴哈姆特。其实我谂紧巴哈姆特呢个名咧吓。其实是不是真的有些古代传说的怪物真的叫巴哈姆特，因为大家都知道台湾那个叫巴哈姆特的网站应该。那他们的网站的名字呢，不知道是不是取自即是类似这一类型的传说中的怪物樣。哇，好痛啊，喂。啊喂，我的 Queen of Butterfly 是魔人来的。嗯，喂，应该是的。哎呀，大 J 啊。我只 Queen Butterfly， 我只蝴蝶女王好像是魔人嚟喎，先佢射出嚟好痛啊，因为大细大错怪，哎呀冇啊！如果皇冠都未入到我死，咁点算啊？啊，放上去逼喺度，系魔人嚟我呢只，我真系唔知道，但系佢放上去逼，咁我就左右弹啦吓。我唔知佢入皇冠之后，佢嗰个伤害逼咧会唔会系？整个会不会是整个画面都会是，如果它只是单边的话呢，如果它只是单边就 OK， 如果它是两面的话呢，那都危险了。其实即是我这一只就没问题，我不怕伤害逼的嘛。喂，拿埋一心啊，晒晒。OK， 25个回合里面击破以得到这个的快速过关啊。巴哈姆特，喂，佢有四条血啊，仲两条啊，我而家用唔用技好呢？唔用住，摄埋去，四条血喎，佢有，哇，咁多血嘅喂，25个回合，24个回合，我分分钟而家用一嘢咧，我都仲有机会可以，啊，但我而家咁快用技，可以用两次嚟就可以用，点算呢？可以用两次喎。咁咪用咯，廿几万嘅。你呢一招可以用几耐啊？咦，即爆嘅啦 ！Boom 咋，100万。哇，仲有23回合，可以用多次添可以。咦，咁如果系咁，我真系不断地用技喎。如果咁样嘅话，嘢。其实头先我天使都可以用，嘥咗。好啦，睇下阿多斯嘅位置靓唔靓先。哇，最差嘅位置啊，简直就系摄咗个头度。OK， 左上角嘅忍者应该系放伤害逼嘅。咦，唔系，通常呢啲关卡咧都系忍者落放伤害逼。哎呀，啲盾好烦。不过我都扣了他几多血，19、18，不要那么快用住啊，我哋尽量OK， 没问题，咁样唔痛唔痛，一啲都唔痛。喂，撞到我盾弹翻转头，搞错。喂，俾咗个机会佢放伤去逼出嚟添。喂喂，又系咁样嗨到我盾翻翻转头，搞错，好危险啊！其实撞盾，明明我系向上弹，弹翻落嚟啦，跟住佢嗨到个盾边咧，嗨到个盾边，跟住走翻转头，真系过分。
好啦，开咗14个回合，我哋喺呢一度出一出技，出一出技啊呢度。OK， strike shot， 哇一啲都唔痛喎，92万。OK， 阿多斯系喐唔到嘅，因为阿多斯系，哎呀，其实我可以出技嘛，阿多斯，做乜我唔用咧？阿多斯出技嘅话就可以防咗嗰个重力，唉，是但啦，应该如无意外咧呗。哇，做乜咁痛啊呢下，大佬？喂，食埋个心嘅喂，死啊喂！OK OK， 我哋用啊自天使去攞心，冇问题，攞多个 ，yes， 呢啲咪就系好彩啊！其实完全喺我计算之中啊呢一下，OK， 仲有九个回合啊，我哋出一出嘅上去摄住自己先。嘣嘣嘣，出嘟嘟嘟嘟嘟，我啲唔系好痛啫。76万 ，OK， 你再出啦。唔知咁样可唔可以攞到佢个弱点呢？哇，撞到硬一硬嘅弱点，犀利啦！好啦，上去继续撞。下面嗰三只小怪，我完全唔谂住理佢，咁样一啲唔痛，凹痕。OK， 继续打上边啊。OK。哇！但系巴哈姆特啲血多到呢？咦，我仲有冇机会？哎，等啱晒，等间呢个奥丁系可以出技，只要嗰个弱点喺翻上面嗰个位咧，我就爽晒啦。我等奥丁出技啊！哇！弱点喺边度？哦，落咗下边，冇问题。不过我哋嘅弱点一咁样应该中啦。哦，中到硬咗，但系你唔死，喂，垂死挣扎喺度，垂死挣扎，搞掂。哎，计算得几好啊，仲有两个回合先至过呢个快速过关，希望佢跌啦。哎，不过唔系喎，呢个究极关卡，只要我冇 continue 地打赢咧，系一定会跌嘅。咁所以我哋巴哈姆特入手啊，应该睇下先啊。哇，三隻爽咩？虽然我唔知道三隻做乜，除非将佢升做混极啦。咦，跌啲咩？我冇攞过呢只嘢嘅，原来吓得我以为有啲咩跌出嚟先。噔噔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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巴哈姆特。好啦，我哋有三隻啊，我哋有开心啊！呢一个关卡绝对唔难打，因为佢只系出现呢一个嘅重力罩同埋呢一个嘅伤害壁啦。咁啊，理论上嚟讲就应该咧用一个比较上普通嘅队伍都可以打得赢，系啦。咁啊，冇货金嘅人咧，我啊建议大家一齐去攞一只。系啊，诶，去边？我只巴哈姆特，我只巴哈姆特咧？喂，去边？喺度喺度喺度，诶，眼大睇个龙，系啦，巴哈姆特，巴哈姆特啊。飞行啦、魔风啦，跟住同埋有呢一个进化前系呢一个上下嘅雷射啦，进化后应该会系呢一个嘅上方向嘅one way laser 应该系。等我睇下进化合成我会唔会睇到先啊？因为我冇见过人用咧，诶睇唔到睇唔到，但系大家见到啦，友情 combo 系呢个 one way laser EL 系啦，向上方向嘅大 laser。咁呢个系冇货金嚟讲咧，系比较上容易可以攞到嘅一只one way laser怪嘅。咁呢个如果大家有兴趣嘅话，记得一定要去打一打呢只巴哈姆特。好啦，咁今日我哋呢条片咧先暂时到此为止。如果大家中意嘅话，今日记得揿个 like 啦。我哋下一条片再见，系咁先，拜拜。